刘德华妻子近照曝光，和亲妹妹逛街，六岁女儿刘向会长成这样。刘德华连续20场演唱会都没有成功。他连续唱了14天，导致刘德华的喉咙发炎，他严重失去了声音。在上一次演出时，刘德华遗憾地宣布了这个消息，并承诺将把门票钱还给每个人，但每个人都异口同声地说，我们不需要退票，你身体健康。这样的场景无疑令人感动，这也是华子在过去几十年的言行中积累的声望和公众赞誉。每个人也非常关心他们的家庭。刘德华妻子最近的一张照片也被曝光了。他和姐姐一起去购物，他六岁的女儿刘香辉也开张了。刘德华的演唱会被取消后，他紧闭大门，拒绝进屋。对华子来说，很遗憾他没能如期成功举办20场音乐会。当然，许多朋友对刘德华的演唱会无法继续感到更加遗憾。例如，刘德华的妻子朱丽倩的妹妹朱丽华，朱丽华从马来西亚一路飞到香港去听她姐夫的音乐会。很遗憾，人不如天堂。因为她的声音，安迪不得不停止音乐会，这也是一件非常无助的事情。既然你不能听音乐会，我们一起去购物吧。于是朱丽华和她的姐姐朱丽倩带着他们的孩子出现在香港尖沙咀的一个超级购物广场。刘德华妻子最近的一张照片显示，他很高兴和姐姐一起去购物，他六岁的女儿刘香辉也长大了。从记者拍的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朱丽倩和朱丽华是一对亲密的姐妹，但是她们的身体有很大的不同。朱丽华姐姐身材苗条，有很高的面部价值，但是朱丽倩修女的身体越来越胖。许多朋友可能会感到有点惊讶。天王的妻子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胖了？这件事也始于刘德华的下马。刘德华严重受伤后，他的妻子朱丽倩日夜陪伴住他。日夜疲劳使朱丽倩的身材变得更胖了。在照片中，我们还看到了刘德华的女儿刘向慧。这个小男孩在今年9月开始上小学，颜值慢慢长大。刘向辉身材好，大眼睛，五官精致。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
她一定是一个真正美丽的女人。刘德华曾经非常密切地保护他的女儿刘向慧，记者很难给这个女孩拍正面照片。然而，自从刘德华的马倒下后，他似乎改变了主意。在许多公共场所，他都能看到妇女牵住手的温馨场景。这真是一个三口之家，人们非常羡慕。无论他们走到哪里，他们都充满了爱。刘德华的妻子最近被曝光，他姐姐去购物了。他六岁的女儿刘向慧长大了。你怎么想呢？